当我们结束录音的时候，我们都抱在一起哭，因为压力真的太大了。其实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我的能力真的有限。抱歉，舞台很小，然后要站了20几个人，所以我们就靠得比较近。2、1，所以你没有觉得被冒犯到吗？完全没有，没有感觉。他就说：“谢谢你来参加这个公益活动，我已经打算不继续走演艺圈，因为他觉得如果我还想要追梦的话，就继续。”努力下去。旁白哥抱抱炸裂，把女孩发布会哭成泪海，林湘被赵少康紧贴，完全没有感觉。我给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分半的时间来自我介绍。自我介绍，对，安静到椅子这样，第一声音都听得到。刚那个太那个太安静了，太恐怖了。是大型团体养成实境秀炸裂吧女孩，集结24枚较劲18般武艺，殊不知发布会搞得像哭哭比赛呢。他们这时候就会很暖心说什么凯蒂你要加油，就是又浮夸了。没有，我真的貌似坚强的小王月云儿也泪崩了。每天都练到很晚，所以当我们结束录音的时候，我们都抱在一起哭。压力真的太大了。哎，方文琳的女儿也透露，年纪轻轻就走到人生坎站，在家里跟妈哭过几回了呢。其实我在接到这个通告的时候之前，我已经打算不继续走演艺圈，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刚跟经纪公司解约，虽然我真的很喜欢演戏，但是那时候已经准备要找一个正职工作了，因为我比较不会跟人社交，然后比较胆小，所以回家就是有找我妈哭一下，那她也是安慰我说享受这个过程就好。是香香的林湘感冒了，就想问她日前被赵少康紧贴会很感冒吗？舞台很小，然后要站了20几个人，所以我们就靠得比较近。2、1，所以你没有觉得被冒犯到吗？完全没有，没有感觉。他就说谢谢你来参加这个公益活动。他没有这个部分。当地娱乐新闻报道，完全没有，没有感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。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碧红。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